歌谣通好唱出每一个族群的心声，也当唱出历史意义。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特别整理120条台湾歌谣，搁甲因重新编曲，要用西洋音乐的角度，展现出传统歌谣无同款的气味。这首《我若拍开心内门窗》是描述台湾1950年代农村青年去都市打拼的出关心情。国立台湾交响乐团3年前开始进行台湾歌谣团乡情的计划，邀请国内作曲家重新编曲，用西洋的管弦乐来演奏传统歌谣。透过作曲家用管弦乐，用一个不同乐器庞大的管弦乐团重新请作曲家把它编曲出来，它就会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风貌。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表示，透过这边的歌谣计划，除了要让民众对台湾歌谣的背景有较深入的认识，也希望交响乐会当真自然出现在日常生活内底。我们常常想，这个历史如果我们公务单位不来整理的话，民间的力量恐怕是非常难的。所以，我们透过这样，把这120首各从不同的主题，我们请庄永明老师帮我们编了10个主题。台湾歌谣较亲像一面镜同款，也当反映反射出来，吼、哦、一个历史的背景甲文化意涵，吼、哦、啊伊嘛当象征着讲咱这人民因生活中间迄个喜怒哀乐，甲着伊的价值观啦。台湾歌谣创作者甘尚仁老师嘛讲，传统的音乐除了保存，嘛爱创作。咱对着这个传统，也是讲较老歌这物件做一个保存，嘛是有需要。咱嘛爱不断有迄个向前行去，迄、那个动力啦，来鼓励着一寡，和伊本身这个创作都带有传统音乐的元素伫内底，一新的创作乡土歌谣。让我们的台湾歌谣不断有一个向前走的力量和生命力。歌有历史，历史有歌，代表台湾传统文化民间生活的歌谣，有人保存，有人创作，才能让歌谣像活水，流越久，流越远。记者杨淑晴、张浩水，台中新竹综合报道。